台上面有两个人，一个机器人，一个真的人。当这两个人存在在台上的时候，我希望用灯光来很明确的标示出他们两个的存在，所以它就是两个很简单、很简约的 spotlight。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机器人，我就很希望能够跟机器人一起跳舞。我就在网络上面查询全世界最好的机器人，而库卡是其中一个。然后我就发现他在台湾也有一家库卡公司，我就跟库卡公司联络，就开始了这个作品。公司是一个已经100多年的一家公司，从1898年的时候成立，那么进来台湾的时间是在1998年。库卡在全世界来讲，我们在机器人领域，我们是一个相当专注于在多轴工业机器人的一个领域上面，所以我们发展的目标就是以工业还有以服务医疗各方面的这些应用为主的一家公司，等于说我们全心专注在自动化领域里面的一个发展。我想这整件事情要推多到3年前，哦，在黄奕还没有当兵之前，啊，那么他事实上，已经有来跟我讨论这个事情。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赞成，我就有点疯狂，有点疯狂的一个举动，啊，就是说也没有看过有人这样做过，所以在那之前我就拒绝他了，啊，那么拒绝他之后，黄奕也跑去当兵。啊，那我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这么厉害，哦，他当完兵之后又跑来找我，哦，隔了1年之后又跑来找我，哦，那继续又跟我谈这个事情。坦白讲，哦，我是被他的诚心，还有被他的那个毅力感动。他整个一个排练的过程，哦，应该是从去年的这个夏天开始的。然后我有跟黄奕讲一句话，你今天想要用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必须自己来学。我让我蛮惊讶的是他有这个毅力，因为毕竟我们学这个机械手臂，你还要学它的程式语言。那你学程式语言之后，你还要懂得如何去操作它，变成是一个具有美感的东西。那所以他跟我们里面的我们的一个讲师，哦，林老师，他很认真的在跟他学这个工业上的这些东西。哦，啊，这点我坦白讲，我看了之后我蛮惊讶，哦，就说这个年轻人可以为了这个他的一个这个想法，啊，哦，为了他这个艺术上的一个坚持，可是他可以去学这些跟他完全没有相关的一个领域里面，让我蛮感动了。我跳舞的方式其实是很，有时候有点像机器人，因为我很要求精准，然后
我很要求我的动态要转换得很清楚，甚至我可能在跳舞的时候，我会想象我自己的身上会发出一些声音，或者是我在跳舞的时候，我的脑中会有一些数字在跑。我都觉得它如果被转换到机器人身上的时候，会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互动，所以我就真的把这样子的想法放到一个真的机器人上面，然后在过程中我也开始去跟机器人学它的动态。库卡哈的程式是已经既定的，所以我必须要先写下它所有的动作，有点像是我在跟一个机器人编舞，它就会需要每一步每一步都要被设定下来，所以我就必须自己写程式，然后来让他一步一步的完成我的动作。因为他毕竟只有一只手，所以我要去找到我的动作跟他有办法做的，或者是我们要能够互动的。所以有时候库卡他很像我的头的部位，然后有时候是我的手，所以他会不同的时间会交换我不一样的身体部位的动作。我一直在试图着去找到真人跟机器人互动的方式，因为毕竟它是工业机器人，然后所以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拷贝我的动作，可是也因为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复制我的动作，所以才有了那个反差。就当它在模仿我的情感的动态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两个在对看的时候，它其实某程度上好像我在看着另外一个生物，或者是我在看着另外一种格式的我，因为它在学我的动作的时候，那个还蛮有趣的。因为原来我的动作变成机器人的动作的时候是长这样，所以那种感觉真的很奇特。工业机器人它是不允许即兴的，因为它的工作条件不一样，它是否工厂的生产线上，所以它不能够有 random 这种随机的参数在里面，它必须要很确定每样动作都是不可逆的，就是它没有所谓 undo， 它所有的判断都是要很明确，不能够有模糊的地方。这个东西它还蛮有趣的事情是，虽然它是完全的一模一样，但是我其实没有办法一模一样，所以那个难度其实还蛮高的。就当它都一样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它那么100%的精准，所以它造成了某一种不和谐，或者是某一种我必须要重新去整理我自己对于精准这件事情的定义，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够精准了，但他比我还精准的时候，我就要再更要求自己可以到那个位置。然后最好玩的是，也因为他很精准，所以我逐渐的越来越精准。
们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是看漫画长大的，看小叮当啊，然后看卡通。我其实在想这个作品的时候，尤其我小时候也常常想象自己是机器人等等等，就是那些东西都是很多小时候的一些梦想。其实我觉得跟科技结合的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只是科技影响到什么程度，那是因每一个创作者而异。我是因为我的成长背景就有很多的科技在我的身边，所以我对我来说那些元素融入我的作品很自然。所以有时候我在编纯舞蹈动的作品的时候，我仍然会加入科技的逻辑，譬如速度感或者是结构肢体的方式，它看起来可能跟一般用人类逻辑的方式有一些不同，它可能比较强迫性一点，比较能量比较高一点，这都是科技影响我的一些痕迹吧。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很诚实的反映现在的环境，还有包含我的成长过程对我的影响，然后我把它留在我的作品里面。音乐我选了两首音乐，一个是 Avopart 的 For Alina， 然后另外一个是海飞丝的巴哈小提琴无伴奏。这两个都是很经典的作品，而他们都没有任何科技的感觉，一个是很感性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很结构性的，甚至它有点澎湃，就是小提琴的部分。因为巴哈他的结构性很强，然后尤其海飞丝他是一直不断的在挑战技术的极限的，这个某程度上这样的精神也符合我这个作品的精神，是我一直在希望能够挑战人跟机械或者是科技还有表演这方面的一些极限。我不太希望它变成一个很单纯的表演的那一种想法，就是它是一个节目，而是我在探索一些我觉得很特殊的或者是比较未知的一些发现，最后再集结成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不太希望我会用一套节目的逻辑来安排这一个作品，所以它很慢，就为什么会只有20分钟，我也可以很简单的把它想象成一个有点像我真的把它写出来一个脚本，然后让它照着做，那也是很容易的方式，但是它就没有办法超出我的想象之外。因为我期待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东西，就是当我把它慢慢转过来，然后它看着我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很多动作是我其实很自然的发生，然后慢慢去理出来的，我没有把它定得非常的明确，说这段要做什么，那段要做什么，而是一直在找寻。